到队之前，你哋要进行嘅系第三次公演曲目选择。我哋马上公布首雷区嘅五首歌曲。首先，我哋公布第一首歌曲《拉桑》。Rain 啊，对对对。哇，哎，这好好啊 ！Rain 的歌呀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哦 ，remix 了，重新编过了，跟原曲不一样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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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, Rainbow。我觉得这首歌也挺好的，这歌太炸了，这歌现场挺炸，这得累死。但这歌很累，我打死都不选这个。I want this, I want this, I really want this。哇。呢首歌限定成员数五人。OK OK。跟住公布第二首歌曲 R&B All Night。R&B All Night。Oh yeah。哎。圣诞夜的感觉，好甜啊！这个改的。这首歌肯定是最好的。我想去 R&B All Night。谁拿这首歌，我跟谁。我跪着求，我也跪求。哇，这好帅啊，这个歌。这变动下次再来的期待。哦。Dance break， 哎，舞蹈。我想去。哇。这首歌限定成员数三人。三个人，哇，三个人 ，seven， 三个，哦，天哪，这得需要超级强的实力才能撑得起来，很高这个。继续公布第三首歌曲《Cheetah》。哎喂 ，She's a cheetah, romance。这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啊，这个也帅、啊。这啥歌？哪里的歌？我怎么没听？是，你不关注王嘉尔吗？是吗？王嘉尔新歌。很高级啊，这个歌。难唱，难唱，不好唱。我觉得天天唯一不好的就是他全英文。我喜欢这首歌。哦，我想去这个，求求啊，这个选我吧。这首歌很难演绎好，很难演绎好的一首歌，那个难度太高了。你想要哪个？这首歌限定成员数三人。我哦，三十五，你想选这个？我两个三十五都喜欢 ，R&B 和其他都喜欢。这首歌三人很难撑啊！我靠，三个大舞担才行。跟住公布第四首歌曲。Good boy gone bad。哇哇，这咋跳来着？我不会跳。谁的歌 ？TXT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听过这歌？听过。很爽啊！哇，好像梁诗玉的声音。哦，有点，有点。我艾克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他在想啥呢？一个人站着，也不说话。好听，好高。这 rap 很帅。Get it anymore？ 哇哦！选这个的人选一下我，谢谢。哎，这首蛮帅啊，这首挺帅的。一首歌限定成员数五人。啊啊！原版，原版，那就是标准配置，跟 TXT 一样。头发乱了，七个人。最后公布第五首歌曲《头发乱了》。我呀！这么嗨！哇，这歌好帅啊！哎呀，80年代的歌，对，好 disco， 80、90年代。
我喜欢这个，好喜欢啊，我突然好喜欢啊，这五首我都其实很喜欢。哇，这个真可以啊，这就是咱几个的 style。 我以为王坤在 pose。 我靠，啊，真的，我们在 ending， 在音球变速爱人法。Crazy， 哇，这歌帅，这歌帅，好听，好听，好高音啊！哇，好累死了。这首歌限定成员数七人。哦，确实七个人能撑出来，不然撑不出来。加一点街舞元素会很好看。三公绝对好看，三公是所有里面最好看的，我感觉。对，而家我哋进入选歌同埋选人嘅环节啦。进入选择环节嘅五位队长，请注意。你哋喺选定歌曲嘅同时，亦代表住你选定自己队伍成员嘅数量，而且你将会一次性邀请所有成员入队。哦，所以 so hard， 所以选择顺序至关重要。把一个组选完才能下一个组。那这先选歌不是把人歌都转满了？对啊，对对对，很重要这个。我要 R&B all night。我也想要 R&B all night。我已经想好队员了。就是如果选 R&B all night 的话，我肯定选书浩老师，然后再选一个李毅哥。R&B all night， 但是大家一放这首歌，我就改的还改的好听好听，就感觉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。对，我就觉得这首歌必应。哇，这个选歌好重要啊！我哋决定这个顺序的方式是石头剪刀布，是划拳。平板支撑啊！五位队长，你哋将要同时进行平板支撑，边个先放弃就边个最后选择歌曲同队友，坚持到最后嘅队长可以优先选择。那陈星浩不是你？陈星浩不赢了吗？那陈星浩不赢了吗？对的哇 ！Oh my god！艾克利亚笑了，艾克利亚笑了，艾克利亚笑了，我的天！哦，你跟小猴似的，猴哥，欧里平板支撑行吗？他行个屁，他就是个细狗的。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会激发人的潜能，也不一定，撑不了一点，贼有自信。